哇！张新成，哇！哇！哎哥，哇！是这个，这个哦哦。一番印象に残ったのは、ミカ君のギルチーム、一人一人のハーモニーが。 就让我特别意外，就感觉特别哇真实，然后特别的优雅。是我在听他们那首歌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心是在震的，这样赶紧给他们比个心。真的，你们真的是 handsome boy， 我的天，太吓人了！你们的歌好好听哦，真的超好听的，很 R&B， 韩江。 你那个 rap 在这个里面一点都没有很奇怪的感觉，因为这是一个 R&B， 你知道吗？尤其是你在 Mika 后面出来唱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声音，你居然和他是和谐的，真的太好了！你们当时是怎么一个初衷修改的？是谁提议的？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group really enjoys R&B music and slower paced music, and I thought it would be cool to rearrange this show's theme song and the song about brotherhood within all the students here. To have it be a little more intimate and emotional, to show that kind of feeling between us. Mika 真的熬了很多夜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对，我都看到了。那个米卡，你要注意保养啊！你最近有点成熟啊，我说。有点伤。你是说有点憔悴还是成熟？就是你能看他有点累。你觉得？ 依旧那么帅，不耽误帅的，这个没问题。真的全都特别棒，真的好爱你们这个表演。哎，真的越来越有惊喜了，你知道吗？好棒！今天的二创舞台每一个都很棒。这种舞台我没有想到呀，我不知道男团是这么好看的。感觉到参差了，参差什么参差？世界的参差。<笑>很棒，很棒，很吸引人，很性感，这个风格真的很性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这组。